你的骨脉已经完全愈合，不过由于筋肉瘫痪过久，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息，将不可激烈的运动，否则将永远瘫痪。待温兵之恩惠，何日叮咚多？也许有一天有我可求之处。我想皇帝你会当请了，看你的伤好一大半，我真是欢喜。欢迎公主啊，我老人在这个所在向你递上十年万分的谢意。口头之谢是不用，你的学费也是在老和先生一求吧。没问题没问题，要我再收十万岁一求那是没问题。我想皇帝啊，现在你伤已经好了，我想带你去见一个人。何人？天十三，一个真厉害的杜剑名师啊！我想讲你的剑断了，一定会需要一口新的宝剑。这个梦师，果真是上人之辈，无法相疑问，就想到苏剑，跳得可惜。又快又远，秦吉星，我想皇帝也不能动怒。哎呦，我又没叫我想皇帝，这帮硬剑去跟人相杀，先准备起来嘛，无啥事呢。你下铁十三对我想皇帝的伤，冇刀下手。我想皇帝啊，你怎样讲？王公子教过多久？我想皇帝不该再刀教。在此故事一休公子就是不起，故就机关为东子欲行巧自兵，出下并无兵穷，来去一人自由为将，此地不足一人，不足为外人道。我并不，我平生只分背信之人，吾家必严定不待，心急。在哪在哪？我没讲多事，我想皇帝啊，咱讲。你决定好了，无后悔。大英雄也是习惯维持现状，故事行。十三娘啊，我小红顶来了。你就是我小红顶。嗯，礼拜礼拜啊。十三娘的眼光怪怪，一进想讲伊咧选翁啊。古将，想袂到陈吉星口中的传奇杜剑师。竟是一介女流，你是性别歧视吗？会呀，只是女流心灵使用刀剑之术，姑娘的努力必须超过男人数倍。我乔红顶只是佩服，别无他意。要真要公义，现在我对这口剑，想以出名。如果你的本事高。这口剑我就送你，怎样？任何考验，我乔红顶该有自信通过。姑娘，请出题。十三娘，我这想请你带着兵将往红霞一回。我乔红顶，你的考验来了。难道你想记住吗？本姑娘不想记。兵将再引十机，环球港鸟兵六千兵将回城，雄浑秘制的五桥红林，铁十三，将如何应对呢？
无城之王正晓冲突在即，我按蒙文下兵为，又是怎样恐怖的力量，剑指神将，黑布高夫，凌顺利杀掉小鸡主们，红翔高手双双拿落，四方受敌的苏老领袖，将如何即刻应对呢？海龙城苏老领袖、我乔红林，这三人恩怨情仇，又将如何解决？以敌一连串好戏，切勿错过《霹雳剑指没死录》第14集。顽皮小尉。